台中还有推荐大奶台吗？我吓我！我刚想说我怎么了嘞？没事啦，就算没有材质包，我们的这个日式温泉看起来还是很美，大家不觉得吗？美的嘞！有温泉，对啊，只有今天限定啊！我为什么没有戴头盔？哎，这里怎么那么多洞啊？我好像要把它补起来，不然不太妙啊！偷工减料不是偷工减料，我就还没有做环境的那个规划哈。是说我的村民好像没有人在卖盔甲的哦。等一下，给我进去哦。我先来整理一下包包，然后我们准备往地底出发。我要带什么呢？我可以带一个弓，我觉得我要再带一组铁，带一桶水桶，然后火把、食物、带床，好啊。我不敢带我的剑出去，我带我的剑出去，我死掉，我会不会弃坑？就这样了啦，出发了。怎么样？我的地下通道很美吧？我要做一个往下的，从这里开始吧。受不了，客家之耻。嘿，吓死我，惊死！堵住一面，有怪掉下来。哇，好久没有这种挖矿人生喽！呀，下面好像都是水耶。我要从水上走，是不是？我到底要不要游上去嘞？我决定我要继续往前，这个太危险了，不要吓人。哦，哎，我是要用幸运挖没错吗？啊，为什么只有一颗？是因为我虽小啊？为什么又只有一颗？啊，为什么又只有一颗？啊，为什么又只有一颗？幸运失效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我以前哦，有了，看着我以前随便挖随便幸运呢、欸！天哪，有幸运三的加持还这么飞！不要笑，不要笑，不要笑！他有改动吧？他有改动幸运的几率吧？我要不要先上去放东西？都已经这么不幸运了，我还是得要谨慎点。哇哦，后面是不是有岩浆？我的水。有怪，好像又没有了、欸、啊！他们在哪里？上面？你们怎么知道？那我要从哪里往上挖？干，往上挖很危险嘞、欸！我不敢，我没有勇气。往上挖会有岩浆啊！太不了意思。哎、欸，你们倒是动一下！你们都不动是怎样？累了？累屁哦！他们也不过是走走路而已，累屁哦！哦，这干下面有岩浆是吗？哦，哦，好像只是一个小洞穴而已。哇，这是什么？怎么有人奇迹？有没有？你好可爱哦！满装大佬，我就是那一个这个勇者，虽然超屌，但是却过分谨慎的勇者啊！没看过我。平均观看影片还有63%的人没按订阅，有订阅的人会收到欧洲公主的祝福，手游抽卡都十抽毕业，赶快订阅吧！好可怕哦！好了，不管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我不擅长挖这种超大洞窟，因为我会迷路。怎么办？
哦哦哦，有了吗？不知道这是不是欸，好危险哦！ Diamond， 好没安全感哦、啊。我肩膀是不是斜一边？哎、欸，对，干这 3D 侦测这么明显，是不是？剪刀，干干干！差一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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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差一点！啊啊！怎样？这个脚步声是我的吧？这样就代表没东西了。没事，我拿到荧光植物了。哇，他这个侦测非常明显的侦测到我一个坐姿不良哎、欸，好可怕、喔！我不能被中医看到我的实况哎、欸，他看到我的实况会杀了我。哦 ，Diamond， 干超多哎、欸！怎样，钻石不值钱了是不是？钻石贬值了吗？哇哇哇！值一组，看真赚烂了，熔岩。干干啊啊！我今天生日，小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？那可以订阅吗？现在订阅只要77块哦。我试试看这边，反正你们说有新的熔岩壶嘛，所以有熔岩就代表有东西，这样。有了有了有了！哇，诅咒你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感谢 SEAN50907 的订阅，感谢。小心谨慎。哦，天哪，我天哪！这个如果我玩 VR 的话，我腿会直接软掉吧？不是，有一点太大了欸，我不知道怎么探索欸。你好啊！哦靠，好酷！你休想阴我，他妈的！台主，我还有推荐大奶台吗？我 ，no no no！ 怪是会从天而降，是不是啊？杀不完了，怎么办？呀！哎呀呀呀！妈的，我要被我自己烧死啊！还是我把自己围起来？这不就要挖了吗？才一颗！哎，怎么那么多？我再退回去一点。哎哎哎！干，多到连史莱姆都来了！干，刚那是谁？刚刚是僵尸村民，怎么会有僵尸村民？死不瞑目的劳工！哇靠，他有身法，这里还很壮观啊！干这么屌，你们看，难道这里要舍弃吗？对啊，这里还有史莱姆农场，拜托，超赞的！拜托拜托，上面给我一块陆地吧，一般平地是……哎哎哎！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此路不通啦！干，这样我要挖到什么时候啊？我从这里往上挖，这个方向可能比较好一点。哎、欸，快到嘞！好，我要开这个洞，我要上去了。哎、欸，是我的神怪塔！哇，这个真的太棒了吧！下次从哪里开始嘞？今天差不多了吧？晚安了，大家。